幸福明星之秦海璐、王新军默认即将完婚。上周末在上海的一场艺术展上，我们看到了久违的女星秦海璐的身影。咦，她身旁的这位高大男士又是谁呢？没错，正是她的男朋友王新军。现场两人毫不避讳，全程紧贴，秦海璐更是摆出一副小鸟依人的娇羞状。海璐姐，两个人什么时候结婚打算？结婚的打算应该是，因为现在我们得，刚才跟您讲了，要得先登记，你得注册，你才能交税啊，要不然你怎么交税？